咁今日帶大家睇一個項目咧，就喺中山坦洲嘅中澳沖繩嘅110幾萬買到三房，同埋就佢嗰個最大優點呢，佢就12萬首付可以上車噶啦。咁就呢個盤呢個陽台就最大嘅、最闊嘅。嗱，唔使講啦，嗱個陽台2米幾啊，2米1。係，大家好，我係 Peter。咁今日帶大家睇一個項目咧，就喺中山坦洲嘅中澳沖繩嘅。好，大家了解一下呢個項目。嗱，而家就喺嗰個售樓部，咁就嗱，你睇睇今日周勢咧，都好多人過嚟買樓。嗱，呢度一啲，呢度一啲，今日周勢啊，個呢後邊嗰啲成交咗啦，後邊嗰度成交咗啦。咁就我講講呢個樓盤咧，就係買樓嗰啲客户咧，就佔咗70%。呢個樓盤啊，佔咗70%人，就係香港同埋就係澳門嘅客户嘅。同埋呢個樓盤咧，就係嗰個主要設計咧，就係針對一啲低首付啊，同埋就係嗰啲剛需户型嘅。佢八十幾平方米咧，嗰個户型咧就可以做到3房嘅。咁而啊，嗰個110幾嗰個户型咧就做4房嘅。大家睇睇呢啲賣曬，而家我哋賣緊嗰幾棟。一陣間咧，帶大家又睇睇，同埋就呢個樓盤咧，就係個交通啊，剛剛個區位啊。呢度去啊個優越城咧就大概就2.5公里，就如果你日頭你唔過去咧，就你晚黑過去咧就行路就行20分鐘就到優越城坦洲最大個商場。如果你去澳門同埋就去啊嗰個澳門啊，或者去啊嗰個無人島咧，就坐車過去咧就15分鐘左右嘅，15分鐘到個拱北關閘，同啊嗰個無人島都個距離一樣。因為呢度咧就比較近啊，嗰、那個近啊嗰個就珠海嘅，呢、這個地點都一樣，近珠海嗰邊嘅。咁同埋就呢個小區咧就啱啱講好優越城就城身啦，城呢度就城身邊邊就往珠海，往珠海往中山嗰邊，所以嚟講就係呢度咧就去珠海都近。所以嚟講就大家理解啦，同埋呢度總價就110幾萬可以買到三房，同埋就佢嗰個最大優點咧，佢就12萬首付可以上車噶啦。而個交通咧就一般嚟講，如果你坐車就去到路口就坐巴士轉一趟車就得噶啦。如果你自己中意平時你唔嚟多數翻嚟咧，就打的士30蚊就到啊嗰個無人島噶啦。我哋一陣間到啊個小區園林睇睇啦，下個視頻見。OK， 大家入嚟睇睇。嗱，我個流程咧就啱啱講解過呢個樓盤啦。我先睇樣板房，一陣帶大家全程拍一下個園林係有幾大嘅。嗱，呢個就係最多人買嘅，80幾方嘅，有兩個户型啊。嗱，80方，嗱入嚟睇睇。3房。嗱，呢個係交樓標準嚟嘅，同埋呢個開發商呢個優嘅樓盤咧，就做嗰啲剛需户型為主。呢、這個80平方米咧，即係香港嚟講800尺啦，佢就做緊3房，佢同埋就係低首付12萬首付就 OK 噶啦。嗱，過嚟陽台睇睇。嗱，佢係攝影師出嚟咧，就睇睇先。嗱，同埋就嗱，而家賣緊嘅樓同埋樣板房都一齊嘅。呢、這個樓盤咧個優點咧就嗰、那個我講緊優點啦，户型比較實用啦、堅用啦，80平方做3房。咁同埋就佢個園林景色都 OK 嘅。雖然佢啲舊嘅一期就對啊條馬路啦，而家賣緊啲樓都冇對馬路嘅，對呢、這個呢啲田景啊。咁就嗰邊一陣間嗰啲就啲景就對小區嘅。咁佢個優點咧就户型實用。咁同埋就佢就買得比較平，咁同埋就佢可以做低首付，呢度最呢間樓咧就12萬首付得噶啦。但係佢就唯一一點就可能就大家要了解一下，交樓嘅咧無批房交樓俾大家咧就係、是、收樓啊，就係、是、24年。如果要年底啊，如果冇有裝修咧就25年年底先可以俾到你，即係而家做埋啲裝修啊，即係因為賣得太快啊嘛。係啊，嚟又睇睇。嗱，同埋80平方米，你睇睇個實用性去到邊度？如果大家買樓咧，就唔急住住咧，就而家2、3年啦，要等到25年年底先搞好曬先俾到你嘅，即係大家實話實説啦，就決定同你講翻啦。
有些樓盤就可以即買即刻辦證，即刻交樓俾你，你可以即刻使用。但呢度要遲啲，因為開發商都賣得太快啦。呢個樓盤即我自己講翻啦，就由城中心啊坦洲城中心，同埋就佢有啲户型比較建用啊，實用性100%，佢因為有啲偷出嚟噶嘛，呢啲偷出嚟噶嘛。嗱呢啲咧，呢啲贈送面積嚟噶。呢啲就係冇寫喺房產證嘅，開發商就係做啊啲鋼嘅飄窗偷出去嘅，個但問題就係攞物嚟使用啊，係啊，陽台嚟啦，贈送面積，嗱睇下呢一房，嗱呢個房就細啲，呢個房細啲，呢個房就適合放一個米二床。我計算一下佢嘅長寬啊！我隻手我剪比1.93米，咁就應該就兩米一二啊！呢個闊度，咁啊嗰個長度咧就長度應該就接近2.8米左右啦，我估計啊嚇。哦，這就是裝修。是啊。嗱，呢個就呢個都房，呢度個設計咧就啲房比較方正，最大就嗰個房，個反正就係800尺，80平方米，咁就做個三房，咁所以嚟講就係三房嚟講就係咁樣噶啦。個其實放到床放到櫃嘅都係叫 OK 嘅，80平方米。啊，我睇睇呢個。嗱，呢度放個洗衣機咯，你平時洗衣服，或者你放啲石油氣瓶啊，或者放啲雜物咯，係啊。OK， 我哋睇其他户型啦。嗱，80平方米。嗱，如果大家唔介意個舊樓啲中澳沖繩啲係比較唔錯嘅，因為就即係比較多客户剛需啊，所以同大家講翻清楚啦，係。嗱，我哋隨便睇埋其他房。嗱，呢個就115平方米，四房，兩個洗手間，兩個廳。嗱，一日到嚟就睇睇呢個房先。呢個就書房，啊個發展商個創意設計咧就攞咗嚟做酒櫃。係，即係我咁講啊！即係好睇，邊個人一個人自己飲酒啊，都出街飲㗎啦，啲朋友嚟係咪先？係啊，做書房啦，呢度做書房嘅。嗱個廚房咧，我睇咗咁多個盤，我睇咗附近呢幾個盤咧，我反而覺得呢個盤啊個廚房就比較方正啊，因為嗱一個轉身全部一個人做曬㗎啦，係啊，一個轉身大家一個人做曬啊，嗱你。頂多兩公婆一個切咯，係咪一個煮咯，就咁樣咯。咁其實都幾大啊！呢個廚房啊，比較多就一個條形狀啊嘛。佢嗱係咪啊？放嗱呢度可以放個雪櫃。嗱四房啊嚇，嗱同埋就睇睇呢個户型，呢個廳啊嚇。嗱呢個廳嗱而家就喺呢個三樓嚟嘅。嗱三樓你睇睇。CNC 出嚟參觀下。嗱，而家喺三樓，即係以前輪市啊，反正就好遠好多講啊，反正就因為我就你哋冇嚟，暫時冇嚟睇樓或者睇過樓，我講翻我比較下嗰、那個叫做根地世紀城啊，御豐啊，御豐名門啊，同埋嗰個優越城啊，跟住係咪先？咁就呢、這個優越鄉隔離啊。咁就呢個盤呢個陽台就最大嘅、最闊嘅。嗱，唔使講啦。嗱，個陽台2米幾啊？2.1米闊啊，闊度2.1米。一般啲陽台都咁闊就冇嘅。2.1米都同埋就去到呢度嘅。佢平時你喺度放個茶雞喺度，一家人飲茶得啦，或者兩公婆飲茶得。即係而家呢個洋板房係建喺三樓，所以就啲光線同視野差少少，你買啲高樓層一級樓。看你們這裡
廁所嗱，呢到時交樓咁樣嘅，係。嗱，同埋嗱，同埋呢個房又係睇睇呢個房。嗱，呢度呢個房咧都比較大，可以放得一米五嘅牀，米五牀。佢個創意設計就將呢度開咗道門，但平底，如你自己住咧，將個牀放喺呢度，跟自己屋一家人開個陽台冇問題嘅。嗱，呢個係主人房嚟嘅，主人房就唔使講啦，就四房嚟講都係嗰句啦，一米八大牀啦，嚇。一米八大床，咁就設計好曬嘅。呢個發展商嘅設計師，同埋佢做咗嗰、那個個空調啊，空調一掉咗頂。嗱，佢到時就交樓就唔係整到咁靚噶啦，交樓就無批房，唔係無批啲精裝啦。啱啱睇嘅裝修一樣，你要做到咁樣，你要自己揾裝修師傅設計先得啦。即係如果你要求唔高，就發展商俾你裝修都得。但如果大家要求高，你買無批嘅，咁到時又即係設計自己就自己可以設計咯。嗱，睇下呢度先。嗱，呢個房，嗱四個房啦，係咪先？嗱，最大就主人房，第二就呢個房，第三就後邊嗰個房。嗱，轉個圈，轉個圈，最大呢、這個，第二呢、這個，第三呢、這個。哇，好多人睇樓啊！我哋去其他睇。嗱，而家咧就買中山好，買珠海好咧就我自己係中山人嚟㗎，同埋我喺珠海住，珠海斗門住。咁我自己了解下，發現一個現象咧，買中山同珠海嘅客户咧就漸漸香港人多，北方嘅客户都多。嗱，裏邊嗰啲北方客户嚟嘅，唔係嗰啲客户，即係唔知點解可能北方啊啲啊嗰邊凍啊，係咪啊？去海南島就可能遠，同埋就可能我哋廣東。呢邊啲包容性比較好咯，比較融洽咯，所以嚟講就好多北方人而家去中山啊，或者就去到嗰個珠海住嘅，即係長期定居嘅。所以嚟講，你見到啲咩東北乜乜燒烤啊、東北燒雞啊咁樣，就基本上搬咗竇落嚟㗎啦。嗰啲人啊，係啊，同埋就喺坦洲啊、珠海都好啊。最簡單嘅問題，佢哋可能就中意去澳門嘅話，大家明啦，係。呢度可以做低首付嘅，到時嗰個方案就可以有需要同我溝通一下。發展商做分期，嗱嗰個陽台好大啊，講講先啊嗱。OK， 我哋去其他户陽梯。嗱，呢個户型啊，而家最多人買噶啦。嗱，又睇睇。一般嚟講呢啲，即係大家嘅視覺，包括我啊，或者現場啊，都係有裝修嘅，有啲佈置咧，就睇落去啲感覺就好多嘅。就嗱，而家就佈置好曬噶。你到時大家如果有機會，大家碰到頭睇樓咧，就嗱人哋佈置嗱，你可以抄襲一下人哋係咪你中意係咪一樣佈置？嗱呢度布藝啦，嗱呢度餐台啦，嗱。呢部電視55寸電視，同埋個陽台，嗱陽台唔錯嘅啦，陽台就細啲，比啱啱嗰啲就細少少。嗱，比80方就細啲啊，呢個陽台啊，但係比80方嚟講，呢個户型85方咧就係一啲房就大啲嘅，你入嚟睇睇先，上先。呢、这個主人房啦，唔使講啦。嗱，呢度門啊嘛，呢個主人房啦，主人房有個主套。嗱，主人房個主套85平方米，可以同大家做12萬首付嘅，係。嗱，睇睇呢度，嗱，米八大床，一米八大床。嗱，同埋就有呢度一個走道先嘅。到時。即係呢度過嚟睇，影影呢度嗱，呢度你咪到時咪放個保險櫃咯。即係如果買咗樓，你唔中意，你買啲金銀首飾有啲貴嘢，咪樽擠喺度咯。嗱，你整個櫃
同埋咧就我見有啲設計咧就將啊嗰個呢度設計就吊下個空調頂啦。但問題咧有啲我見有啲業主咧就將啊嗰個衣櫃啊放啲棉拖啊枕頭啊度嗰啲吊咗頂，吊咗頂啊，自己可以攞得到嘛。嗱，同埋就我自己做地產，我自己個經驗嘅嚇，最走道比較少嘅咧，實用性又高。嗱，呢度走道啊嚇，就得咁少啫，呢度就得一米嘅走道嚇，長同寬一米走道，所以實用性比較高。嗱，呢個主人嗱呢個廚房咧，佢設計咗咧就係叫做叫做書房或者叫音樂廳啦。啊，佢設計有音樂廳，但其實呢個係可以做房嘅。放一米五大一米五嘅床都放得到嘅，佢只不過佢自己中意咁設計咁樣，俾大家一個視野嘅衝擊性咁樣咧。放張牀可能就係咪？反正設計師，我哋啲我自己平凡夫俗子啲感覺差啲啊。嗱呢度嘅設計咧就呢度就放唔到一米五大床，如果放到咧就放呢個櫃就放比較逼少少嘅，呢度就適合一小朋友放個一米三、一米二嘅床，放到如果米五就去到呢度啦，就放櫃就放唔到啦，係嘛？一個小朋友住得噶啦。如果係小朋友多嘅咧，就睇睇即係六架牀咯，係六架牀用嗰個住咯，係。嗱呢度就一個洗手間先嘅，就係、是、公共嘅呢、這個就嗱洗面盆設計好曬。到時交樓咧就係、是、一模一樣噶啦。嗱呢啲大理石啊嗰啲嗱大理石嗱呢啲。呢啲大理石瓷磚，同埋就結嗱，你睇個發展商啲用料實唔實淨？呢你睇睇啲門啊，啲嘅全部嗰啲係咪啊？實木嚟嘅，就唔應該我自己睇啊，唔係啲壓榨木嚟嘅，好實嘅啲聲音，嚟出嚟睇睇。嗱，同埋就喺呢度總結一下啦，中澳沖繩咧就係中山坦洲嚟講咧就係小户型當中就最設計得最實用。同埋就係佢偷嘅面積、贈送面積比較多，同埋就係、是、中山坦洲嚟講咧，就佢係中心地段，佢優越性就限路。如果猛一去咧，就休閒嚟講就二十分鐘行到去噶啦。你唔係日日行商場啊嘛，但附近咧佢配套都全部完善噶啦，所以嚟講咧，大家如果有興趣過嚟睇樓咧，就如果買啲剛需户型，唔係買啲。好大嘅户型咧，呢個樓盤都比較適合大家，同埋呢個户型，佢嘅首付咧就最低就120,000都可以做得到。嗱，一陣間帶大家去啊嗰個園林睇一睇，由頭行到尾要幾大啊？我順便一邊行一邊大家傾傾偈，同埋而家比較多人睇樓，我就啲人喺門口唔敢入嚟，係嗱，落下邊再同大家分享一下啲我自己對呢個樓盤啲心得嚇。OK， 一陣見。OK， 大家好。嗱，咁啱啱就睇完樣板房啲，阿 Peter 咧就帶大家了解一下，呢個樓盤中澳沖繩嚇，喺附近有三個盤嘅，佢已經賣曬噶啦，係呢個發展商嘅。嗱，中澳沖繩啲聽個名都大家知道啦，應即係係咪啊？中澳大家了解係咩發展商啦嚇？係一個就係、是珠海嘅一個發展商嚟嘅，珠海同埋澳門嘅發展商嚟嘅，咁就大家合作嘅，咁所以嚟講就啲實力就唔使擔心嘅。嗱，同埋嗱而家講翻清楚，嗱呢棟樓樣板房，嗱嗰度有幾棟樓而家起緊嘅，佢一直賣一直都而家賣緊，一邊喺一邊賣。嗱嗰邊嗱呢度都係佢呢個樓盤嘅。嗱我一邊行出去睇睇呢個樓盤有幾大咧，行出去。一邊大家傾傾偈，嗱呢度圍住緊咧，就只不過俾大家知道，呢啲就係在建嘅，同埋在裝修緊嘅，所以同埋佢圍住緊俾大家。嗱我自己行路啊，如果過嚟睇樓咧，就有啲車啊，嗱影影部車有車接送出去嘅。大家如果嚟睇樓就有車接送嘅，我只不過拍視頻行路俾大家睇下呢個盤幾大。嗱呢邊都有個開發商嘅，呢個開發商嘅，呢啲住曬人嘅啦，呢啲賣曬嘅啦，呢啲賣曬嘅啦，呢啲賣曬嘅啦。同埋就我再講一講呢個盤喺呢個中山市坦洲鎮啊個定位啊。中山坦洲咧，人哋叫佢又系叫小澳門，
同埋點誒？唔係小珠海，因為點解叫小珠海咧？因為就啊，佢去珠海咧就係誒點講好咧？就黐住緊珠海啊嗰個叫做南平啊，南平大家知道有個華北商都噶嘛。咁同埋就誒、真係去過睇方面，同埋我自己中山本地人啦，就即係個人覺得呢個中山咧就嗰個中山市啊嗰、那個。那個城市建設咧就好似、完全冇投入喺坦洲鎮嘅。個坦洲鎮咧就我唔見有咩大嘅企業啊，大嘅公司喺呢度落户嘅，即係污染企業肯定冇嘅。個但問題佢而家就係嗰個地段就最近珠海啊嗰個 CBD 啊 ，CBD 就肯定最貴橫琴嘅啦。除咗橫琴就係、是、就比較性價比高嘅地段，就肯定就係嗰個南平街道嘅，大家知道嘅啦。因為有優越性啊嘛，同埋就呢度去啊嗰、那個唔係有個南平個華發商圈，華發商圈咧就同大家講講呢度去華發商圈咧就係、是、大概就係八分鐘嘅車程就去得到個華發商圈啦，八分鐘喎、哦，揸車八分鐘去到噶啦，太近啦，好近啦。嗱，同埋就一邊走一邊同大家了解一下呢個樓盤啊。嗱，同埋就講講啊啲樓盤成個坦洲啊，成個坦洲嘅講解啊最。豪宅的樓盤咧，大家知有冇睇過嗰個康城啊？有冇睇康城？那個康城就最貴嘅，佢係一個豪宅。啊，個發展商啊，嗰個口景咧，佢同客户口景，佢講佢啊，嗰個裝修就3000蚊嘅裝修嘅，而家就賣緊2萬1200一平方米嘅。咁同埋就主做啊啲叫做大户型嘅，天大方大嗰種設計嘅，同埋佢嘅樓盤咧就係比較設計就比較大型嘅。嗱，我哋嗱呢度都係嗰個沖繩嘅樓盤啊，啲樓嚟嘅。嗱嗰邊有籃球場，有泳池嘅。咁我只不過想帶大家睇睇先啦，係帶大家睇睇先啦。啊，睇到嗱睇我呢個視頻，睇到呢度咧就都不容易，所以就睇埋佢啦。反正就係啊，睇埋佢啦。反正嗱，同埋呢個樓盤嘅賣點咧，就而家佢因為佢發展商咧就針對多做啲乾脆户型啊。就係80平方米同85平方米咧，就非常之搶手嘅。我夠膽講啊，就暫時嚟講，可能就係平時睇樓成交量呢個盤就可能就係坦洲第一名。坦洲啊，個大問題就係各有各需求啊，好難解釋啦。但呢個樓盤就交樓就遲啲咯，係啊，同埋佢交通咧就，如果你去嗰個無人島啊嗰度，可能要坐公交車或者打的咯，佢冇巴士咯，同埋就佢。佢就嗰、那個唔係真正中心咯，你係嗰個城中心就要自己行下路啦。嗱，呢個泳池，嗱呢個泳池，喺呢度嘅業主咧就買咗樓咧，你啲小朋友或者自己上嚟游水咧，隨時游得到。個同埋咧就而家嗰個中山啊，嗰、那個啲康樂設施咧都配備好啊，啲救生員嘅，大家唔使擔心，要考牌嘅。啲救生員有證先可以做到救生員嘅，係啊，嗱，我自己乍眼睇有三個救生員嘅呢個名詞，都比較多啲媽咪帶啲小朋友游水咯。呢啲細路仔池嚟啫，啲水就一米左右啫，細路仔池嚟啫。嗱，同埋就講講而家啲樓盤嘅最大個康城啦，係咪先？個第呢個就豪宅啦。係嘛？同埋佢樓盤大啊嘛。咁同第二檔樓盤咧，就係嗰個優越香格里啊，同埋嗰個金地世紀城啊，同埋嗰個叫做御豐啊，同埋呢個盤啦、啊。呢、這個其他盤御豐同啊嗰個優越香格里呢個優點咧，就佢食正啊嗰個商場商優越城嘅商場就係嗰個地段位置。御豐咧。個御豐咧個優點咧就係嗰個户型就實用性比較大，同埋嗰個樓距就比較闊啲。個同埋嗰個金地世紀城咧，佢就雖然佢個優越性就係有2.5到3公里，但係佢有個優點咧就户型就比較實用，同埋個樓距都比較闊，同埋佢個優點仲有就係可以做低首付，12萬首付最低，同埋就係佢有巴士，即係叫做巴士直接去到嗰個太子，同埋嗰個叫做荃灣嘅，
佢自己個開發商自己有中港巴士同捷信兩邊捷信，大家到樓盤嘅，就個根底寫嘅成。而咧個樓盤個最大賣點咧就係小户型單價平，同埋就佢啊嗰個實用性高，都係大裝修買嘅。但係唯一個缺點咧就係、是、就個交鏈交樓可能遲啲咯。係啊，反正冇事嘅，發展商有實力。呢度有三個大樓盤，25年交樓，年底。冇裝修，24年年底，大家如果冇問題可以過嚟買樓，冇所謂啊。同埋就係、是，即係如果你係翻嚟一次生活嘅買餸，唔係日日要去商場嘅，喺呢度 OK 嘅，其實 OK 嘅。如果你話要日日去商場嘅，你猛一去嘅都 OK。行路去要成20分鐘，同埋就呢度個門口一大條食街，同買餸呢度有呢度隔離有菜市場。同埋就有自己自帶商場，都到時睇自己需要咯。如果你話要睇呢個小户型嘅80方、85方三房，係咪85方就三房兩衛，同埋就12萬首付，月供就5000蚊。嗱，今日個視頻就去到呢度啦，咁我就比較同大家講曬啦。反正就係呢四個樓盤係一個檔次嘅，價錢大家差唔多嘅。咁同埋一個就個嗰、那個康城嘅樓盤咧就係number one啦。反正就佢而家最貴肯定。佢有自己，佢賣得出去嘅，肯定佢有自己嘅優點啦。唔係豪宅有豪宅，有錢嘅客户嘅欣賞度啊嘛。咁呢啲咧就其他嘅細嘅樓盤，大家檔次一樣，價錢就比較接近嘅。所以大家如果有興趣嚟到呢度，或者同我溝通咧，就我帶大家你想睇邊度開車，同大家兜個圈，你想睇邊睇邊，同埋就同我哋成家客户咧，我哋都會有相應嘅贈送啦，因為我哋就。而家公司搞活動係咪可以有30000蚊嘅家私家電券送俾大家？嗱，下個視頻再見。下個視頻拍啲更好嘅節目。嗱，我都啱啱拍視頻，我會越拍越好嘅嚇。多謝大家收睇，拜拜。